瑞士大学食堂一日三餐免费的标准，今天是周末的早午餐，周末学校只给两顿饭的。这鸡蛋看看都像月亮，不吃不吃。培根可以多来点，烤得很脆，甚至有点焦了，但是不油。这个肉太重口了不吃，来个现烤的帕尼尼，压30秒等芝士融化，我吃半个就好。虽然不喜欢，但为了那啥顺畅，我会多吃蔬菜，搞一点金枪鱼沙拉。甜点拉垮这件事我已经说腻了，我去搞一盆刚出锅的松饼当甜点吧。枫糖浆、巧克力浆。刚听说这个甜点还是法坦厨子做的，为我就不吃白不吃了。今天的酸奶是杏子味的，每天都要为酸奶配那种麦片烦恼，我真的累。这就是我的早午餐了，天天吃这些我太难了。看看外面风景，勉强一下。瑞士大学食堂一日三餐免费的标准，今天是一月一次的汉堡日，可算给我等到了。先整个大鸡排、牛肉排加汉堡里，刚刚炸出来的薯条。平时你们都说我吃的太少了，今天我可劲儿造。这是汉堡里加的配菜，先盖一片芝士在牛肉上，生菜叶子多来点。我特别爱生吃洋葱，今天给它加满，还需要番茄片，这样吃起来才不会噎死。这甜品太拉垮了，那么大一个谁吃得下？我还是整点巧克力蛋糕吃吃，吃蛋糕配点热牛奶最好。拿块奶油奶酪，一会儿放牛奶里，自己给汉堡做个酱。家人们，这个酱蘸鞋底都好吃，给汉堡涂上酱，盖起来，校长秘制老汉堡都完成了。看看这个横截面，还不错吧？瑞士大学食堂一日三餐免费的标准。家人们，今天是披萨日，全是披萨，没别的吃。蘑菇的看起来还行，整两块。这辣是辣的，咋口味也不重要了，整一块吧。一是番茄培根的，这个长得不一样，我都想尝尝。给我的大饼子们抹胡椒，还剩一点我最爱的虾虾。绿色蔬菜不能少，虽然我不知道这是啥玩意，甜品是真拉垮，你吃了就知道。你信我，中国人不骗中国人。我还是拿块布朗尼吃吧，吃蛋糕配牛奶，不然不是甜死就是噎死。家人们，今天被这大饼子整一毛了，这么多咋吃的完呢？瑞士大学食堂一日三餐免费的标准，今天是周末的早午餐，薯条好吃可劲整。虽然不喜欢，但蔬菜还是要吃的。最不喜欢的牛排，拿块小的，不然这顿没肉吃。咱也不知道撒酱，浇上去就完事了。瑞士人顿顿吃蘑菇，我来一点吧，入乡随俗。鸡肉淀粉肠整一根，来个现烤的三明治，压30秒等芝士融化。我还想吃点大面包，这大面包子里面有果仁，切一大块当主食还是不错。酱的口味太多了，每次都纠结，真的烦。整一片火腿加三明治里头吃。家人们，这是我们主厨独创的酸豆角子，一口就能把我送走，真不错。今天的甜品依旧拉垮，这小玩意看起来挺别致的，我决定整一个。每天最难的决定就是喝什么口味的果汁，这种点心下次放一种就好了，品种多了我纠结。这就是我们学校周日的早午餐，是不是很拉垮？只能看看风景下饭。
好吃的。想心了，国内的东西绝对比国外的好吃的。啊，这种甜品都是中看不中用的。搞一个柠檬蜂蜜水当饮料，这个你们自己在家都可以做，很好喝的。这就是我简单的午餐，切开甜品给你们吃一口。天天都在哈雪，但我还是很喜欢雪景的。